先跟大家讲，它本身有附一条带子，这件衣服就是如此的大。好，它其实孕妈咪绝对可以穿 SML 差的都可以穿，就这么大，让你随心所欲自己去调整。它的肩带是车这样子，中段是车在一起的，其他的是车两条的感觉。好，所以呢在肩带的部分就有一个就是双肩带的感觉，而且它比较靠近外面，有发现吗？就是靠近副乳的地方可以遮副乳。好，再来呢，这条绑带要干嘛呢？我都会绑很紧，然后把它当成是一个缩腰的那个裙子的腰围。好，然后稍微整理一下，它就有点小花苞的感觉，它没有任何的就是口袋啊什么之类，它就是一个散摆的裙子，非常的冰凉，浮宽非常的大，就是整个走冰冰凉凉的一个概念。所以你要搭背心啊，或者是你要搭有袖的 T 恤都很 OK。 那妞儿身高161，所以即便是小资女孩刚好大概在落地的位置，建议大家可以踩一点跟鞋，它的材质是有一点点那种西装料雪纺的感觉，所以穿起来会有一种冰凉凉感。然后它绑起来之后呢，其实在腰头这边它会有一点像花苞的就是视觉效果，会让你的腰看起来会更细，而且是最百搭的黑色。